我看到你社交平台的收藏夹里面有好多东西啊！你们是可以看得到收藏夹的？对啊，偷偷练习21天 KTV 惊艳所有人，真的假的？然后你最近还关注了正确瘦大腿啊？你们真的能看得到的吗？谢谢你告诉我。这一趴三分钟拯救画面，靠你熬夜。那么我退赛，我要退赛。你不会前面的都剪掉，只留了这一趴吧？